哦，这是你自己的号吗？对。拉你了，听你这个声音，我经常陪点陪玩小姐，听你的声音一看就是那种不太正经的，小姐。什么叫你？我很不正经吗？对，我这不是御听你姐这声音妹妹就脸那种好骚听一骚的，点。那讲话有点不正经。你在搞什么颜色？什么叫骚骚的？讨厌！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老板说话有点直接，有点，啊！但是说的都是句句都是实话，那我是该高兴呢，还是该不高兴呢？高不？那我咋知道呢？你高不高兴跟我又没啥关系。就你，那你说这骚骚的这个声音，好像，感觉像是说我声音好听，但是呢，这个形容又很奇怪。我是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？有点上头。你看你这声音听起来不像个人，我一眼就猜出你不是个人。小姐，你的礼卡，ID 是什么？你为什么是礼卡呀？我一直很好我奇，你的们那礼，个 APP 为什么叫礼卡 APP？我一开始都不我会也不读知这两道。个字，讲道理。你不会读就挑偏旁读啊？这不是这好，那公行立吧。马？那小姐，你那礼卡 ID 是多少？我的领卡 ID 是36781036。36781036，好，我记着了，小对。姐，你要稍微给我搞得不是很愉快，我就给你来个差评。不是吧？有差评举报不要嘛！好。我已经听出来你好像对我有点意见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讲啊，老板，您乘坐发往爱欧尼亚的车即将出发，请您牵上我的手，系好安全带，然后看到我下饭的操作也别逼逼赖赖，爱情经不起等待，叫我宝贝，就现在。你这个小姐姐怎么讲话一套一套的？好，那肯定啊，那不一套一套的怎么当陪玩呀，对吧？我好老陪反正玩我怎了么是一楼，你干陪还玩还干行多吧，久了？也就这么几天而已。几天啊？干几天？讲话都这么官方，我不太相没有信。很官方啊，就真的是几天嘛，你不要不相信人家嘛，你干嘛？那行吧。我就想表示出来，我虽然干几天，但是我业务能力很强。哦，你会你你你你平时会接什么单呢？啊，就是接陪玩单啊，陪玩单，然后我我知道还会接陪唱玩唱单，歌。那陪玩陪就是打游戏，还会接什么单？不，陪打游戏还能陪什么？陪水吗？不可能的呀，你在对说吧？什么胡狼之词？我没有说什么讨别厌。讲这种花里胡哨的啊，老板不吃你这一套，啊。这一套我都不吃吗？就这样你都不吃这一套吗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去礼卡 APP 给你点一波举报。我最讨厌那种没搞有啊，黄色的小姐姐，你不要我搞这种错花了，里胡哨的啊！对不起，别给我举报，你再搞黄色的话，我必须要去礼卡 APP 给你投诉一下。不要投诉我，我会好好发挥的，没关系，就奶你，盯着你一个人奶36C，上 当了，行不上当行了。动？上当了，上当了，上当了。36C，体你验这一下，等会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大奶。小不是小姐姐，长得声音还挺好听的，为什么讲话这么粗俗呢？没有很粗俗啊，真发自内心的，讲话为毕竟你何的如声音此也很粗好听。俗？这就叫讲话粗，我已经很隐喻、很矜持了。矜持一点，小姐姐。啊，好的。可是有时候这种气质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，就算我端着矜持，我也矜持不住啊，对不对？老板不是草船，请不要把你的箭一直射到我这边来。你注有意一事点，吗？小姐姐，老板是个正经人啊，不要搞这种东西。我没有事啊，老板，我没有事，我没有事，谁射谁知道。我说你是箭，懂吗？我以为你笑，说射呢，没有，我说你是我，草船借箭嘛，我比喻我是草船，你是箭嘛，别箭了，小野，再搞的话，我要退单了。
哎呀，老板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了，跟你这样的小姐聊多了，容易身体不是很好。补一补肾没关系的。今天看见大奶能不能给你奶起来？那个讲话如此粗俗，我吐了。哎，怎么说呢？老板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是做什么的？我是搞扫黄的。你这样的小姐给我盯上了，你。真的呀？搞扫黄的呀？我被你盯上，是我厉害还是？哎呀，还是。你不正经啊，小姐。我没有不正经啊，你不要老说我不正经，你讨厌。哦、那行吧，小姐，这把我上一个人，你喊一声爸爸行不行？不是吧？真的假的？你能杀几个？你先告诉我，我先算一下，我要喊几个爸爸。我就杀个五六个吧。五六个嘛，太少了，喊不出口呢。五六个怎么跟我喊呢？哦，你们这个 APP 不是正经 APP 吧，小姐？怎么不是正经 APP 啊？是不正经呢？不是正经的话，我退单了，小姐，我喊我兄弟打游戏了。没有啊，我很正经啊，我很正经，很正经。啊、别搞啊！没，真的很正经啊！好，正经正经一点。再搞退单了啊！别啊，老板，别退单啊！有事好商量嘛。我就闲着有事没事有事有时间，寻思在网上找个小姐带我一起玩玩游戏。聊聊天什么的，那么就是，但是你找的这个小姐，她可能就操作有点下饭，聊天也在跟你聊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只是聊的不太正经而已啊。哦，那行。那老板你多大了呀？老板多大了？老板的话，94年的。94年多大了？94年。今年2020年，94年，26岁，太好了，26岁成熟男性。小姐，你多大了？我22。哎，就咱俩这个年龄差距刚刚好，刚刚好。你24，听你讲话，听你这种讲话，不太像22。对，感觉你出社会好像很久了一样。你别乱说好吗？来人了。我真的就22岁，如假包换。22岁不是应该在读大学吗？没读大学吗你？啊，读大学啊，读大学兼职做陪玩啊。啊，你读什么大学啊？我在学艺术，我学播音主持的。哦，你搞艺术的。嗯。这么厉害。啊、不搞艺术能搞什么呢？啊，你别搞啊！再搞，我这顺着网线过去给你来一刀。别！刘老板错了，我得忍不下去了。你这个小姐，错了，不搞了、啊。你是播音主持的，那你很厉害，还行吧？你这夸的我就是漫不经心的，让我有点跪下。哟 ，first blood 了，牛逼呀、啊！屌，可以，哎，屌，还可以啊，一血，强，一血拿一血，小姐。这就2分钟就来一血了，太牛逼了！我一起就拿一血，天，牛逼！这中路不得起飞吗？你在哪个城市读大学？我在云南。哦，你在云南是吧？云南。云南。像你出来不去当主持人，你跑这接陪玩儿，也不务正业的。这不是爱打游戏吗？就是因为打游戏打的，就是上学上的不怎么样，就只有这一条出，不好待啊。你这不务正业不太行的。我没有不务正业，你想啊，当陪玩是不是同样的，也可以锻炼我的普通话，也可以锻炼我临场发挥，对不对？操了个地界，我他妈是真倒霉，怎么粪球哥是不是你中路？等着我，等会去帮你抓。你帮我抓，不用了。我帮你抓，我不配吗？我看起来不像帮你抓的人吗？不用了，小叶，不必了。你看不起我？对，我是看不起你。得，当我没讲，当我没讲。你在那个云南艺术学院上学是吧？对。啊。几本呢？一本。你放什么屁呢你？别搞啊！云南艺术，
就是一本呀，没有骗你、你是看不起我吗？我是看不起你啊，小姐，你别吹牛啊，我最讨厌吹牛的人。哎呦我，哎呀，这闪现放了哟，这鱼人会点活、这鱼人给他整，给你整活了是吗？我看起来不像一本的吗？你看起来不像一本的，你看起来像一本道的啊，不，一本说话说话。我看起来像一本正经的。啊、也对，你看起来像一本正经的，对，没错。对。翻翻。我怎么听见你说这个话，你很不愿意呢？别考。我不愿意。你大学考了几分呢？嗯。啊，这个就不说了吧，挺丢人的。那你怎么会上一本呢？你是不是开后门了？艺术类啊，我们没有啊。你听我跟你解释嘛，你不要怀疑我嘛，我很优秀的。哦、那行吧。我们是这样，就是，我们是艺术生，是有个艺术类的考试和一个，一个就是高考一起的。所以说，分数高考分数不用太高。哦，就你一那你。是艺术，我听到你那几个冷笑了。不是你那个艺术类是干啥的呀？干啥还能干啥？就比如说除了干艺术还能干啥？就比如说是播音主持呢，是里面不用学习什么形体吧？要学形体也要学。哦，也要学。嗯。可以啊。为何这么厉害？漂亮！哇，这太强了，来一口。我溜了，想想看到人没有，小姐？给你们放个 W， 我敬你了。我没了。我溜了，我溜了。我溜了。我的菜的有点真实，好下饭。我觉得我没必要卖队友，我就有机会。可以上 ，double kill。这个粪球哥稍微有点恶心。兄弟，你为何卖我？跪跪！哟，还亮牌！我靠，这个逼！这小鱼还出杀人剑，怎么读书人吗？讨厌！哦，那行吧。他没了，他没了，他杀人剑要掉了。可以。我来了，真讨厌！我来了，来了是吗？我看一下这个寒冰能不能收拾一下。来了，干他，干他！这个露露不会玩的，这个露露，看我极限 K 头，胯下扎针，极限 K 头，看到我们家 AD 的小问号了吗？没办法，我这英雄太需要人头了。没办法，伤害太爆炸了，我懂，我懂。哦，拦不住的。嗯。这鱼人怎么都六级了？游戏还干点别的吗？哟，为什么我才五级，他都六级了？哇，太假了吧！你下来抓了好几波吗？我溜了。又来下路，下路是他亲爹，烦死了。好 ，A 呢？嗯。没了。小姨，别送啊！我也没了，没送他一直在抓 AD 反头打了。人家抓你就死吗？回头过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太菜了。太菜了。太菜了，一个。不要用产品。游戏单，你好他的口气啊！对不起，但是我好，我好像无力反驳你。那我下一把我去打你，我就不打。
你看看能不能交闪还不行吗？啊，还上吗？给我加满，小姐。来这。加满，加满，加满。我好，你为什么？你大狗。装备不咋地，为什么能量这么足呢？他们活来了。哎呀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的妈呀！装备不咋地，奶量这么足，因为我本来就大。你不像个人呢，你，小姐。我像仙女，我知道的。我觉得你不应该干播音主持专业。那我应该干什么？我觉得你应该适合去日本去发展一下。怎么？中国不能发展吗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呢？你？什么什么东西？听不懂。给 AD 奶火了，不然我就真的就别玩奶了。我一看你不像个正经人呢，小姐。我怎么不像正经人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是云南人吗？对，我是云南的。哦，那你说句云南话我听听看。你听得懂云南话吗？你想听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听不懂，我给你来一句。哦。你到底怎么帅？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说我长得这么帅。呀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还以为你听不懂呢。不行，这早知道我还以为就是云南话你听不懂，可以悄咪咪夸你一句，免得你膨胀。结果你怎么听懂了呢？你这个太简单了呀。你这个。这不简单啊。换一个、哎、我 K 了 AD 一个兵，换一个。哦，你想听什么？想听什么你随便说呗。我想听什么等我想想，我给你听，叫你什么东西、哎呀，我没打，我他妈吐了，吃了。哎呀，这个逼有点烦，这个人有点不当人了，小姐，我有点忍不下去了，这个人为何如此不当人？今天来抓你是吗？三组血、我给你整一句。嗯。你可吃法了。你这是云南话呀？你这个是白话呀？我都听得懂呀。我这是，这是云南话。云南话就是，你知道，就跟云贵川不分家嘛，就差不了太多。然后就。听得懂四川话就能听懂云南话，那四川话跟普通话其实又差不了太多。确实啊，我、就是、我发现云南那边有很多四川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近嘛，像我们家祖籍就是四川的，说起来我还是个辣妹子。哦、你是四川哪里的？嗯，我祖籍是四川眉山的。怎么我什么都告诉你呢？那不聊天嘛，随便聊聊嘛。对，这，哎呀，我真的聊着聊着就牵到完了，什么都不用吧，兄弟，你不用这样搞吧？用我欠你家钱了还是干啥了呀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来针对我呢？我都吐了呀。等我们把下路推了，等我们把下路推了，下路要没了，真过分！等会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36D，打都打不死。哎呀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，到艾克要没了。哦，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打吗？我想去中路，我去中路看看我是不是来晚了。看到那个 AD 了吗？他回家了，操！回他没回家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哎呀，我这眼插的毫无作用，随便上，他这个装备随便上，没眼的这边，别搞，随便上，我去杀一下寒冰，对，我陪你去。过来，我走的有点慢，我没出血，你等会儿。等你出血了，可是我走的太慢了。
和你。你实在是。别急。别急。干他。这边。来了。我这个位置不好下去。很好。来了，我不在你后面，你要没了呀。哎呀，可以。来一口呢。哎呀。他已经死了。来一口。漂亮。奶奶还可以吧，没有骗你吧。可以的。嗯，咳什么嗽啊？怎么了？口干舌燥了？不是，老板咳嗽你为什么还笑呢？小野，没有，我感觉你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以为你口干舌燥了呢。留了。这谁顶他住？那你今年在读大几啊？我今年在读大三。大三呢？22岁读大三吗？不会吧？啊？有什么不会吗？不可能吧？22岁怎么是读大三呢？22岁就是读大三，我可能晚一年，小学留过级。这种事情你都要逼我说出来吗？那真讨厌。别装啊，小姐，我一眼就猜你不是搞播音的。我怎么不是搞播音的？那你来一段脱口秀，来一段那个新闻，那个新闻播报，我听听啊。新闻播报可以啊，刚好是我的才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漂亮，你先来玩。小逼崽子，漂亮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石头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陈建，你要听我新闻播报是吗？嗯。新闻部，我操！我怕我影响你，等你。我感觉这两个中野不像是不像是这个分段的呀！我靠，好像那个代练。小戴吗？嗯，不像，这不这哪像白银呢？我靠，这白银还的一套一套的，我靠，这哪像白银呢？我靠，我上当了。中野两个代练吗？那不然呢？我上当了。关键是两个逼还过来搞针对，我太难受了。我先吃个屎，补充一下肾体。你先吃一吃。哦，说错了，小叶。原来你有这样的爱好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不笑话你没有关系吗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吃屎也是一种乐趣，没有关系的。你在说什么呢，小叶？你在说我在说什么呢？你在说什么呢？老板现在游戏体验很差，你知道吧？你让老板的游戏体验非常的差。我没到了，好，我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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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板快溜！我溜了，我溜，我溜了，我溜，我溜了，我溜了。这个露露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安排他一下。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我溜。加油，跑起来！我溜了，有点狠，我靠！我靠，太吓人了。对面，从这出来。我靠，对面太吓人了！对面，我靠。小姐，你这个号什么分段的？起步应该是有黄金吧？你啊，我白银分段啊。不是吧？你这不白银？你上个赛季隐藏分黄金的吗？你这么强啊？我平时打王者局也没有这么厉害呀，感觉。主要是队友太菜了，显得你比较厉害。真的，我平时打王者局也没打这种局来的费劲，是不是因为带你的原因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太菜了。你菜不菜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这个奶量确实有点充足，基本上你奶我两口我就满血了。我来了，那不是正常情况吗？操作。哎呀，可是操作操作我没跟上。我上不去，先杀一个，来操作操作，可以打可以打，翻墙 ，W 蹭个助攻 ，QA 打出被动，再翻墙，怎么说？再翻墙，我还有个大招可以打，很好，没事，来我，他已经死了，给，哦吼 ，K 头漂亮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，不是你为什么还笑呢？我没看懂，我没有笑啊，我笑得很开心吗？那不然呢？我笑得很开心吗？
没有啊，我追着你奶好不好？不要生气了，头嘛没关系了，我凭本事拿的而已嘛。啊，像你平时会搞一些兼职吗？就陪玩，就是我的兼职的一种啊。哦，你这个平台，我第一次听说，什么离卡 APP 吗？我都没听说过。对。我属于我体验一下。你们这个 APP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小姐姐多，声音好听，技术好。哦，声音好听，你不会是你们那边最好的一个吧？啊？那我要是最好的这个 APP 还怎么活下去啊？那我都没听说过呀，讲道理。你没听说过，那不能怪我呀。那你得好好反思一下，为什么我没听说过？我老陪玩了，我老点陪玩了。老点陪玩什么？你老陪玩还是你老点陪玩呀？我老点陪玩了，哎，我都不知道，那就有点问题了。哎呀，别反着我跑呀，这大哥，讨厌！追着他奶可还行，有点自闭。你咋知道有这个平台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？因为之前是我朋友跟我一起打游戏，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去当个陪玩，反正你闲着也没有事情干，那我就去当一个嘛。哦，你是不是现实当中长得不是很谁告诉你很好看的？怎么可能，学艺术播音主持的怎么可能差，不会差的。播音主持跟长相好像没啥关系吧？啊，我来了。有啊，播音主持要看长相的。爆了个地区，点了烧，你口袋买香不香？这个粪球哥，我好，我已经忍他很久了，粪球哥，忍不下去了，我去下路带一下，我超神了呀，小姐。这超神了吗？嗯，我超神了。快了。那不然呢？像点你一单得多少钱呢？点我一单得多少钱？我们现在是免费陪玩啊。你在说什么东西呢？还免费陪玩？那你赚啥钱呢？电费不要钱呢？啊。嗯，看到有人给我赚，我就点喽。你们这个点你一单得多少钱啊？点如果是一单的话是25。25，那还可以啊。那挺便宜的，还行啊，我觉得还挺便宜。25是一个小时还是一把游戏啊？一把游戏啊，但一把游戏大概就是30-40分钟差不多呀。哦，我建议你去带个丝袜。带个丝袜？头上带个丝袜，你这是抢劫的你。啊，一把游戏25？没有啊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免费陪玩啊，就我现在做的这个。哎呀，我卡了！哎呀，哦，这个样子。你好过分啊！他想上你。我的，给他一个红帽子。哎呀，手贱了。我没关系啊，队友之间沟通还是很重要的，不想有这种不愉快的。这个太狠了。我有个大招，你想跟小鱼白头一下吗？我小鱼人打不过我，这小鱼人才11级，你看我几级，小姐？你看看，打得过你吗？哦吼！我没想到这个逼为什么推个球可以推这么快，这个人！我靠，这个球为什么可以滚这么快？这个球？他滚了好久了吧？这没想到。一打一不爽他，来三个那就没办法了。我靠，这是白银推球吗？我是不相信的。射他，漂亮，死了，漂亮。我们家路线还是很凶的。我保了你呢，哎。你看我操作下饭吗？还可以，我等一下要学习一下你这种出装和那个天赋符，我感觉你的。就是 W 为什么感觉奶的会多一点？我看我因为我之前跟其他的陪玩小姐姐，他们给我奶一下就一点点，
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抽了个圣杯，抽了个圣杯。一开始没抽圣杯的，刚才就跟最开始给我来两口，我就满血了。那时候九点 W， 九点 W，九点 W 是吧？嗯，毕竟我大嘛，你肯定得点 W。你大，你我看你的肿瘤大，你大。那肿瘤是挂在哪儿的呀？挂你头上，挂哪呢？别搞这种花里胡哨的你。嗯。谗言，相互安排一下谗言，没语言。哎，我算了，我饶你一命。来。奶掉了。我靠，他还用 Q 打断我的翻墙，我操！我吐了。好奶，给你整回来了。再来一口。再来一口，来啊。再来一口，可以啊，到位了，还行。再来一口。哟，露露是什么造型？欺负辅助我是有一手的，把兵线推了。哦，差一点，我队友就没了。哦。你是你们那边的头牌吗？高级陪玩，嗯，是不是？你看我配不配？你配不配啊？我听你声音听起来是老陪玩了，就你这种声音，经常在那种点单厅里面当主持人呢。我这刚好也是主持人的一个。哎呦，我又拿了个人头，非常漂亮，挺本事 K 的。你们那边小姐姐那个长得好不好看？好看呀、啊，多好看、啊！好看吗？就不止声音好听，还真的很好看。对，那你的李卡个人资料里面有你的照片吗？有一张，但是没怎么露脸。不露脸呢、啊？我一猜你就是个坦克，你不露脸。你猜坦克呢？我猜对了，小姐。我没有。我一猜你就是那种声音很好听，然后呢，就是长得，我猜你一看就不像个人，你。是不是我像仙女啊？我当然不像人呢、啊、就你想想看啊，学播音主持的能不好看吗？那不一定。你我那哎哪一个、啊、沉默哪一个奶对奶。哎，我好，你这口奶我好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没了呀，我溜了。哎，我队友怎么全死了？这人卖队友，奶不是我队友，你们怎么全死了？我死在你面前，你问我怎么死的？不是，我说他们怎么死了，我没想到。他们，我也没想到，我忙着给你奶呢。那你跟 ADC 吧，你别跟我了，跟我有点危险。跟我你能跑，我跑不掉是吗？有点危险，我可以翻墙，你翻不了墙，好吧？那闪现也可以翻墙啊，看不起我的大闪现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有点意思。只不过我的闪现 CD 有点长。挺好。这把好像不一定赢呢，这把我吐了。怎么会？是我36D 不够大吗？怎么能说不赢呢？他们打一波的呀，你哪有时间奶的？他们打一波的呀。相信我。我16了，我等级还可以。16级。我好，你看看到没？这人好像吃了怎么回事啊？吃了那个吃了伟哥一样，这个叫食屎兽，对，没错。太狠了，算了，我给你打了。蓝盾干不过他，感觉对面鱼人来了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你看我能不能？我操！接你一下。还追啊！我靠，还追啊！走位！哎，我就说这个笔友中将，太贱了。你能整活吗？能整活我来接你。哎呀，能奶一口吗，小姐？操，别奶了。我自己整活。我瞬间融化了。漂亮，好走位。哎呀，大呢，哥？这就一波了呀。那没办法，你告诉我，我怎么跑？你咋这么会甩锅呢？你是厨师是不是？你没死过是不是？
我吐了，我这一波没办法呀，三个人过来抓我，我跑上路干嘛？你这三个四个，我去接你的时候五个，我去接你的时候 AD 跟那个辅助已经不和你多逼逼啊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算了，不跟他多逼逼了。他让我跟着他，让我跟着也是要跟着他呀。我跑不掉了，鱼人封走位了，大招。见过小问号吗？那这一波我没办法呀，被拦截了。还好问题不大，没事。我翻。那谁开呢？那你们开吧。我不开了。你们开团吧，我就不开了。就等等那个狗熊去开。36-35，对面四条龙了，小雨。四条龙什么概念？现在对面很弱，好吧，我们不一定打得动对面。但对面也不一定打得动我们，放心，我尽力去奶你们，好吗？相信我。你得先。我操他像个魔鬼。我来了。我的 E 可以断他的那个。小心小心。双血。我往后站一点就活着了。我来秒。他把盾破了。ADC。我可以保证我能把 ADC 秒了，其他我就不能保证了。我这个位置，我能保证我能秒 AD。寒冰这个重伤有点上头哦。没事，我给他杀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杀个鸡儿先奶，三杀了小雨。哎，我的妈呀！立功了吧？可以，立功了。只有傻瓜才会被。我也不能去追他，我怕。可以打得好不说，打得差呢就要逼逼一下。这个人呢，就这样。你忘了刚刚我跟你说嘛，如果看到我下饭的操作，我就不要逼逼。哎，来，哪个鸡啊？我没有奶了，我大招没了。你没奶了吗？嗯。可以。没跟着。嗯。赚了赚了。军团。青羽。大龙惹的。没事，哎。哎呀，我这 AD 药没了。哎，小心，哎，到。啊。哎，漂亮，哎，好炸，能跑不？跑了跑了，溜溜溜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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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了慢了慢了，慢了慢了慢了，能跑不？哎，你被射了。哎、跑不掉了。我没射。这就难受了呀，没想到他们中路会打起来，就出来人，我以为他们会走的。一波了，一波倒不会吧。漂亮，牛逼 ，double kill， 还能走掉。没事，一波不了，有我在，怎么可能一波呢？带血。这他推着大石球去找你了。哎，我带的是征服者啊！我才发现，那我出这个装备是什么意思？我出错装备了呀！自己带征服者。算了，溜了，诺手。哦，我带的是征服者，那我这个出装得稍微换一下。小鱼在这边，大龙。那我幽梦没必要做了，做个死亡之舞挺好。感觉。樱花刀跑得快啊！
平秒 AD。 等我验证吧，我就没必要，别等我验证。等我验证。23秒，23秒，别急，别急。哎呀，急什么？哎呦，我的被控住了。哎呀，哇，漂亮！来一口，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。就这，那也不行啊。大胸没办法，哎，漂亮！哎，对面投了，强，还可以吧？这个老板也太强了，屌不屌？屌！老板玩的这么好，你不应该发一张照片给我看看吗？小叶，可以啊，正好证明一下，我也长得很好看。我看你是不是照片啊，小叶？现在这个网络里面啊，网络里面照片太多了。讲道理。网络照片太多。来，发我看看，加一下我的 YY 好友。稍等啊。嗯，行。兄弟们，给这个李卡小姐点一波关注，好不好？打开你的李卡 APP， 如果没有下载李卡 APP 的朋友呢，可以扫描你左侧悬浮图标，有个李卡 APP， 知道吗？魔教中人速速去下载一波。兄弟们，下载一波啊！速速下载，速速下载，给这个小姐姐点一波小小的关注啊！关注点一波，你加我了吗？加歪歪吗？你不加我，歪歪加我什么？你稍等一下啊！加为好友。你在搜我什么东西？听起来好馋啊！我加你啦，你有收到吗？你加我了吗？行。加啦。我加你，你叫帮你是吧？对。行。你看一下。行。大旗抽100可以折现啊！谢谢总裁帕拉梅拉送的两个飞机，谢谢老板。这是你啊？当然是我啦！哦，当然是我了。好，我咋这么不信呢？这是你？真是我，你不要不信，真的是我。怎么样证明是你呢？怎么样证明是我？嗯，你才能怎么这么听声音就是一个这么好看的人呢？嗯，有人说是正经的 APP 吗？正经的播下，可以下载一下。听声音就是这么好看，没有办法。还要看吗？我照片很多的，毕竟长得好看，喜欢自拍。照片很多，那可以吧？对，可以。好吧，看看，我给你多发两张啊。行，毕竟你那么强，多让你看两张照片也是可以的。毕竟咱们这么有缘，咱们这么有缘，你又这么强，你又不举报我，那我第一次来这个李卡 APP， 第一次点到了你，对吧？你我比较有缘，对，我觉得你可以给我多发几张照片。好的，嗯，我给你多发几张，我瞅瞅看。稍等哦，正经的播下，兄弟们别搞啊！我又是大腐猪。我们不是那种搞黄色的人，当然你们也不是，我相信你们也不是搞黄色的人。记得下载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下载这个 APP， 我可以接着玩奶妈吗？就是对主播的支持，好吧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，可以下载。毕竟奶大，我还是要证明一下自己。哦，那行吧。嗯。等你发照片。兄弟们，我们这把玩什么英雄？兄弟们抽奖参与一下，等一下给他抽5000块钱，可不可以？
今天星期天，粉丝团亲密度最后一天，粉丝团最后一天，我们今天要过一下粉丝团。老板，你有收到吗？我看看。嗯。你的妆好浓啊，小姨。这叫妆浓啊？妆还挺浓的。不浓了，这已经很不浓了。你这都不浓啊？这就是画了个眼线，画了个眉毛，打了个粉底，画了个眼影，画了个嘴。啊。这不就是正常的流程吗？不像呢。怎么不像啊？嗯、不像个人呢。不像个人。嗯，我这把玩什么？难刀啊！你难道这么强？不想玩难刀了，这把不想玩难刀，玩吐了。呀。